我就是当时的心理学家许立生，亦都是我见过最厉害的催眠师。轰动全城的林氏家族游艇凶杀案将会按照司法程序交由七人组成的陪审团作出裁决。根本就是插庄稼禾。他要挟我啊！教授，记住，三点前后林子莹有罪。我好怀疑呢度系咪有人喺度操控紧陪审团？我要你下半世都变得黑白。大家考虑清楚未？咁我哋开始投票。